那吵到了，哎呀！两只还挺复杂的。跑到军事科个过生日瞧个嘞，你熬夜妈妈？没有妈跟他，喂的好，就没有妈个了啊。这你妈吃去了？天。我老的腰子，我都妈想割了，你妈养殖的是？养殖的是的，把体积在腰子上。哦，不丢是啊，是老过你哦。嗯。哦，瞧个是的呀呀。我妈在屋里长菜。这快下雨了，我们呀要快一点去地里啊摘菜。昨天有个大富瓜，我本来想做酸，我鞋套太老了。今天我去地里啊，摘个小一点的。我妈说昨天小一点的，我说隔了一个晚上，那个富瓜肯定会长很大的。下雨也跑地里去摘菜，反正我穿着这个套鞋。九叔家的小白菜。这边的玉米真的长这么高了，我都很久没来了。哎呀，我老子觉得可以的，真的嘛敲的嘛这没啊。早一段时间我们家的还买辣椒吃，现在我们家的辣椒全长起来了，看还有西红柿。好，这是西红柿这几颗啊，这西红柿挺尖的，朋友们，这个好多小籽了。妈妈真的是种菜的能手啊！还有紫苏，你看我们家的紫苏又长大了。这辣椒这个猫没几个，还可以，估计非常的可以啊。我都很久没来地里了，就是这个毛豆，我妈说今年怎么都种不好。可能天气的原因，这个是雌的，前面还有枣的，韭菜也没人吃，想吃菜赶紧来地里可以来挖的。哎，你实际都还可以，不跪地王国结果是啥？摘的嘛。现在对啊，那年留着它长老过了，瞧没过，它丰收了。那那几堆都小个。拿当水果吃嘛。对，我妈是看到她的丰收成果，挺开心的啊。小个么子，大个都嘴的。哎，这早上掉下去了。嗯。过十四个了，没时间。哎呀，别紫苏。嗯。我就是要摘这个，哎，你敢摘一条？有两个的。哥，老爹他呢？摘那个啊？摘那个呀？哎呦，这有三个了的。嗯。我还摘了很多吃的嘞。哎呦，这上面还有。这不是，这好多儿子。那呢？嗯，哪里啊？这个啊？嗯。你一说还嘛还嘛行的。对啊。你昨天说的是这个啊？是那个哥哥没看到，白天我就看到过。那摘了啦，摘往大的些摘了。本来我是想摘那个。嗯，过他一点嘛，呀，干嘛有了，只剩了一点了。或者下面这个，要上面还有一个嘛。你告诉你长了多，你到时候又忘记了，他又长了，走的嘛。过的，过的，过的。哦，过的还有一个。对。到时候。我咋睡的一个？哎呦，所以到时候整两点把鼓过两点。哎呀，把枝还打掉。不是芝麻芽了，嗯，那眼儿了，不对，好不对，那个不对，是五五二号直狗，我可是直狗，嗯，我妈种的这个四季豆树好高、哦，结很多了，这四季豆今年吃了很多顿了。这叶子里面全是四季豆，一把一把。嗯，我们家的丝瓜还长得比较小，你看，过几天这个丝瓜就可以吃了。
骂嘴他还骂姐啊，息事宁人啊。姑姑，这样嘴能行吗？咦，个腰子长起过的，又掉了，来，原来种多了也吃不完，这好多都生儿子了啦，这几天都很多菜吃了，哎，这里也有丝瓜的，现在你什么菜都不用买进来了啊，全部长上来了这个菜。地里啊栽了好几个回来，我来做一个复瓜刷，摘回来的复瓜洗也可以，不洗也可以。现在我们不洗，好嫩的啊、哦！一个就有一顿菜了。切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就搞这个淘米水啊。淘米的水啊，我们就倒在里面。这上面要压紧，哎呀，这样的最好吧。这吃的时候反正要洗啊，这样就可以啊，放在一边，这个可能一两天就可以吃了。